尊敬的各位来宾，您好，欢迎您乘坐世界第一梯百楼梯。百楼梯将把您带入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，里面自然遗产美景。 电梯运行总高度为320.6米，以每秒5米的速度匀速运行，一次单程仅需1分28秒。电梯是目前世界上最高运行速度最快、载重量最大的双层户外观光电梯，而且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。现在电梯还属于150四米的山顶风格，很快我们就可以欣赏到外面的美景了。请大家注意看正前方。 The mountain view is very nice. Fun fact, it's the world's tallest outdoor elevator. Oh, arrive. Fun fact, this lift is also a double deck elevator too. We already leave the mountains. 各位来宾，电梯即将到站，感谢您乘坐百楼电梯，同时还有提醒大家，各您靠近防火圈内，请吸烟，谢谢您的配合。本旅游观景台提供紧急拍照，祝您旅途愉快。这边说到快，那快到了，说到是吗？哦，arrive。左边出口，我们有观景台，祝您出行注意，小心安全。